穿流行什么牌子，谁那代表我们这一群的有一种共同相信力。所以其实如果是假如是这样啊，那他就比较不像攀比哈、啊，那他就比较像是他希望获得这个小圈圈的认同。那这个时候就变成我的会建议说，如果真的大家比方说都买了某一种，比方说智慧型手机，就好比说，也许真的大家都 iPhone。那可是比如说加这个群，假设有六个人好了，只有一个人买，其实你就会可以拖着啊，不急。可是如果今天你如果的确有三个人啊，左右一个快一半，嗯，那其实我是、如果家里经济当然允许的话，那当然就是说就可以考虑那是一个好的应该买的点，也就是说让他在死党的团体里面是。他至少他是觉得不被排斥的，嗯，通常当小孩子甚至会觉得，如果其他五个人都买了，他没买，那以后也遇到什么困难，他是会耿耿于怀，说都是当初我该买手机你不买，所以大家联络事情要出去玩都不找我，因为都找不到我啊之类的，那反而什么事都怪成这样。那这个是如果假如他已经进入了，因为他这个朋辈就是说他，布洛斯的理论就是说，青少年这阶段是第二次的个体化。是的。啊，马勒对马勒来说，他说小孩子从长大跟妈妈，开始共生，慢慢离开，这第一次过个体化。那布洛斯就依据这个理论，他就说青少年是开始跟他的这一群朋辈是开始共生，啊，合为一体。嗯。然后。所以开始你在构思的时候你就看到这种一致现象或自古现象，那这种自古现象，所以随着如果说要维持一段时间，那也就是这样一群人自己去闯啦、啊、去看这个社会的、啊、也不就包括离开家，包括跟家里不同意见、嗯、那艾瑞克森的在讲说青少年自我认同的形成是透过这样探索，但是探索其实艾瑞克森讲就是想探索，布洛斯刚刚提进一步补充说这个探索本身要有一群人，那他要在这里面跟这群人共生好、啊、依附的这群人，然后他才有能力真的往外探索，嗯，那探索够了他自然就会慢慢离开这个群。比方说他有一天也许说那个死党打电话跟他讲说我们下午要去打篮球，他可能说啊不行我要去约会啊，那他会拒绝的，他不是说什么都要同进退的，那就表示说他的青少年这阶段已经快要差不多完成了，就他已经找到他人生目标，他的自我认同已经形成了。嗯，那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说今天就他是，比方只有一个人买，那其实还可以拖着，那你也不用说不可以买或怎么样，你就可以就是说这个等什么什么时候，或者等家里比较经济比较好的时候你。这不是想说要考什么，考完试什么考试完以后那没问题，嗯，那可或者等 iPhone 7吧，哈，6S 不流行，我们等7再买哈，那之类的，就是总之你时间可以拉一个，就是差不多这个就是中间地带，那不让他太觉得太困窘，那也不是不用让他好像在群里面老是出风头，好，那你在群里面相对来说。如果大家都没有，只有你有，其实对他来说，就以后更要，好像比别人更炫耀啊，那更突出，嗯，啊，如当然就是，假如他是在这个群里面，那如果说今天他纯粹这个同桌啊，我今天就有讲另外一个状况，如果纯粹这个同桌，他其实他们两个之间是不是那种死党，他甚至是有点竞争的关系，竞争关系，嗯，啊，那如果竞争关系，那这个部分。就比较相对来说就比较会鼓励，就是说这个不要转长期下的，它不是只有 iPhone 6这样在竞争而已，其实很多东西它都在竞争，那它为什么盯着这个人竞争，那其实某个程度上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某个程度上它对对方有一种爱恨情结吧，其实它渴望对方的认同，那对方可能让它
他的自尊受损之类的，所以这种爱恨情节，所以我们怎么样，但是反映出来就是他还是要希望获得一个他觉得不错的人的认同，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说他对自己是要求一个更高的成就，是就不是说对一个他认同的人获得他的认同，也就等于说这因为如果他不认同的人，他看不起人，他当然不在乎他认不认同，但在乎的人他希望他获得认同，也就是他其实希望在这个世界是被看到的。所以我会除了说这个 iPhone 6的问题以外，其实应该是说怎么样让他就是去看到到底这个世界更大，要竞争的东西更多，有更多的人而不是只有他同桌隔壁的这个人，那所以让他可以看到，如果可以看到更多的人，比方说在利用假期啊，他可能参加一些不是同校的，那可能不也许是暑假的营队啦等等，那这个不是只有学习而已，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尝试不同的能力，我也许是比较运动性的，也许是比较就是总之不是纯粹读书学习的那种状况之下，他看到各种更多人，自然而然他对对方的这种就是要跟执着在对方身上要跟他竞争这种心情，那事实上是可以转移的相当的好，那其实也是让小孩子更成熟，看到世界更大，大概会这么想。那么归了一下刚才你说的大概有这样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可能以前认为一个小孩他需要拥有 iPhone 6这样的先进的设备有可能是满足虚荣，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拥有一个 iPhone 6是关系到他跟其他的死党的归属感，就是如果相当一部分人都有了而他没有的话，他就会觉得自己会排除在外，所以这个跟虚荣是没什么关系的。他也是这么说就是说当然 iPhone 6这是一个很争议，我就说如果他坚持要一个智慧型手机一个智慧型手机目前是越来越便宜就是等于说等于说这个价值观在他们中间其实不是我们成人能够判断他可里面他比如说iPhone 6在这个班不同的学校不同的班，然后当然他那个经济水平不同所以如果说假如这个在这个经济水他们的水平不错，就班上或者他家庭的确都提供给他 iPhone 6，那这样当这个时候当然这不是一个奢侈品那还是奢侈量可是如果今天的确就是说如果第一个我刚说的他可能是他那群死党单个买 iPhone 6，但其实对这一群人事实上这是他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的话那其实这个就代表说他这群都是往爱慕虚荣奢华那个方向走所以他们在这里面开始攀比那其实这时候父母必须思考就是说这样的这群人的影响可能会让他会越来越超出家里的经济可以支持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处理就又完全 不一样就今天说他这群朋友因为在台湾有一些学校的确是家里面大部分的确都相当有钱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钱但今天我只是一个中上家庭那只是为了小孩子好所以让他读这个学校那我会很清楚告诉他说鼓励家长告诉他说你刚刚讲就是你想说谁有 iPhone 6谁那他爸爸是什么哪一个大企业老板他这个爸爸是哪一个大企业老板这个爸爸是怎么的等于说总之他们家庭的背景我们家庭真的跟他们不一样好那所以怎么办就是事实上在这群朋友里面你会面临到这个问题就是你永远赢不了他们今天 iPhone 6你买了可下一个东西你还是输他们所以爸爸妈妈开始要跟他谈就说在实质上家里不可能永远这样供应你那意思是不是小孩之间的攀比实际上是有可能是两个家庭之间的攀比的一部分有可能一个比较的一部分有可能对因为等于说小孩子或多或少他不晓得怎么去学校他要知道他的家庭状况那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我们曾经遇到一个，他就是家里也算中上而已，可是问题是因为家里很照顾他，所以就是每次都开车送来，那其实他爸爸送来，那车子相对来说也还好，但是比同学送，若家里送来的那车子差了一点。嗯，好，那这个情况之下，他每次跟朋友都讲说，哦，那是我家司机，嗯，其实他爸爸啊，所以事实上这也就是说，中间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攀比让他对，在开始在篡改他的身份了，嗯，啊，这个篡改身份里面，也就是他对这个家是自卑的，那这个自卑里面，他没办法去接受现实的自己的意思，那是如果他没办法接受自己这个现实的自己。事实上对他以后都是会发生更多的问题，比如说他没办法 很务实的去思考他的，比如说他的前途啦、啊，那他永远都是眼高手低的这样处理，那会互相攀比或互相比较。我想如果真的开始攀比，就是相对来说就开始在拒绝现实，在否定现实那种情况，那其实这个对小孩子未来的能力来说都是相当不好的，所以还是会觉得父母亲应该把实际的家里的这个状况让他很清楚啊。今天让你读这么好的学校，实际上是父母亲相当辛苦的，在经济上努力，嗯，好，把钱尽量往你教育投资，希望有一天能够你不会觉得说你的教育水平机会比较少，但基本上除了教育以外，其他的部分家里的确没办法提供你那么多。嗯，那你的意思是不是在攀比这个事情上也需要青少年部分的参与，或者说了解一下家里的财务的或者是社会地位这个方面，对，然后使他们有一部分的参与权，而不是在他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完全跟父母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就是仅仅是你不愿意给我买而已。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讲说青少年是准成年，嗯，所以等于说对有关家里的经济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有关家里的大事情，就好像有一个家庭会议一样，嗯，其实他是可以考虑开始参与的，也许他没有投票权，他至少他有旁听权，嗯，他就了解说实际状况是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到底这就是同样比方说给他属于这一方面的支出，比方旅行啊等等这些支出，其实家里就大概有多少钱而已。嗯，那你要优先用在哪里？那你就决定用在 iPhone 6，那就去吧。那下次毕业旅行的时候，你就家里没有钱提供，你就不去啊。你要做选择，那这个时候就是让他参与。对，比如说他如果在能够参与的情况下的话，他就需要用有限的钱，要么去买 iPhone 6，或者是你刚才说的旅行，或者是留一点钱去读哈佛大学。呀，像这样子，他跟父母的关系就不再是一个非常对抗的这个关系了。然后还有一个，我想如果我们从心理发展阶段来说啊，一个孩子他如果过度的跟其他的孩子来在物质上啊等等这些方面来攀比的话，有没有可能他的心理还处在一个没有完全分化的状态？比如说他有可能，嗯，因为等于说他的内在基本上是其实有很深的低自尊啊，嗯，那个低自尊本身让他觉得自己好像永远都不如人，嗯，所以这不如人的时候，他其实当然他也想提高他的自尊，可是人就是这样，就是你很努力，你没办法往里面，比如说心灵深处去塞，好，就让他的自尊果真，比方说分化的更好，或者说果真提高啊，那样他的，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他不自觉就往外，啊，就是外界的，就是他的穿着了，他的长相啊，嗯，打扮啊，你看很多青少年他会跟出门前打扮要花个半个小时啊，那其实他花那么多时间，其实就是他的那种啊，他需要有一些外在给人家看到，好像让人家觉得他是很不错的，那这都反映他内在是不足的。嗯，那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有一个速度非常快非常先进的 iPhone 6，我是用指望它来弥补我的脑袋也许不如别人先进，yeah， 或者是有很多深层的自卑，深层的自卑，yeah。 嗯嗯，那但是这个我们都知道物质永远填补不完，是的，
啊，所以事实上有了 iPhone 6，那你又开始又有下一个东西，因为你就填补不完。那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怎如果说今天家里有金三银三，那就比较不是问题。嗯，啊，那但是这个游戏的竞争啊，真的是比不完。嗯，那反过来讲，所以要怎么样去帮助他分化的更彻底，也包括说他感受到他真实的存在，好，就是这个真实存在里面不是说低估自己啊，然后不是说那么低的自尊，可以哪些东西去可以肯定自己的，那这个往往都是当然是长期累积下来的啊，这小孩这个低自尊不是说到青少年突然低自尊，事实上是长期让表面好像很伶牙俐嘴，然后上台好像很好像都讲得有条有理，可内心深处他其实是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的，那这个是我们在至少我在台湾是常常看这种小孩。嗯，那他随着他那因为表面上好像很不错，那父母就给他做很好的安排，那这个社会就金字塔，那他越往上竞争的压力就越大，终于有一天他觉得这竞争有点他吃力，外人觉得他还是不错，常常就是这样，外人觉得他还是很不错很棒，也就是说成绩啊什么各方面客观来说都不错，嗯，可他比方说他会觉得说我成绩虽然好，可是别人都随便读就这么好，我是很拼命熬夜才这么好，说我以后成绩一定会输人家，就他内心有这种很深层的恐惧，所以类似的东西就是我们都觉得他不错，可他又说事实上他可能是怎么样说他才好像很好，如果换一个怎么样他一定会输人家，那种不安全是很大。所以刚才你说他这个攀比心理不是在青少年的时候就形成的，而是在青少年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形成了这种攀比心理，而且是一种内在的低价值感。那么我们也许很多朋友想知道的就是他这种心理是怎么样形成的，有没有可能是在跟父母啊或者是跟周围重要的人打交道过程中间他们曾经被别人这样比较过，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很好玩的说法，说每个人在童年的时候都有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父母亲的口头禅就是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多勤奋啊，别人家的孩子考了多少啊，是没错。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是他们在早年的最重要的客体关系中间已经是另外的人把他们进行比较的一个棋子了。对，因为我们知道小孩子，我们从就是小孩子怎么知道自己的存在，就是说就会讲说是透过妈妈的脸啊，嗯，一个婴儿怎么知道自己存在，透过妈妈的脸，小孩子笑妈妈跟着笑，然后他也回应，那这个妈妈脸就像镜子一样啊，那也就是说今天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看他然后他会爬啊，我们哇、哦、好厉害，那他终于他开始会蹒跚走路了，爸爸妈妈是很兴奋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事实上那个就是爸妈妈的那种兴奋，爸爸妈妈的那种兴奋是让他的等于说他的所有的努力他是被看到，就他这个人的成就是被看到，可是曾几何时到了某个程度我们不再看到他的努力，就他的努力，比方说就像你刚刚举的例子说你也许还是回来他很兴奋考90分，那他你说哦那不错下次再努力一点，因为像隔壁是考100分、啊、那就是他的那个他本来很兴奋的，他就希望你看到他、嗯、你看他这次也许怎么样，他觉得特别有成就感，但那个他觉得特别有成就感那部分没被看到，嗯，没被看到的时候你永远我们回应给他就你还是不够你还是不够，那就内化成他自己，他就以为自己是永远不够的、嗯、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如果以后我女儿拿我跟马云比较把我气得吐血了的话，那一定是她在早年的时候我把她拿来跟别的邻居家的孩子比较过，可以这样说吗？也可以这么说的至少有这个有这种可能性